在中国，很多人以为拉菲是最贵的酒，其实越来越多人知道世界上有一只酒是贵过拉菲很多的，就是 Romanee-Conti Pinot Noir。 挺甜的，喝勃艮第的酒一定要在勃艮第。来到勃艮第最重要认住这个绿度，有它我们就放心了。据说这个产区和其他勃艮第产区不同，这酒很强劲。 Let's go for tasting。